还有很多的招商场合都可以见到关联台这两个品牌的作品跟创作。今天也来到我们 Shorn 的这个年度盛事，我们在代表前面，我们先来看一下正前方的一些网友们。好，我们看一下正前方。今天昆凌身上佩戴的是项链、耳环，还有手链，而且搭配着珠光的礼服，也展现了表演脱俗的灵气。看一下左边四十五角，小布，左边小布，小心小心哦，可能需要配合。好，左边四十五角，高一点，来昆凌这里，好，右边四十五角。来这边，视线回到正中央。来这里，好，这边再一次哦。中间回到中间。来这边再一次哦。好，高一点，高一点，再一次。好，左边，中间偏左边，好，需要看一下。来一个，好，好，来来来。这边也需要哦，今天是队长，对。来，再一次来。好多品牌的爱好者今天来到现场，好，视线回到最中央。来这边。好，右边四十度角。好，右手边。好，最后一次这里。好，那我们也是。好，最后来，这边再麻烦一下，好，接下来邀请到的也是我们宝诗龙总经理妹，来跟我们的品牌大使昆凌一起来一张合照。来，相得益彰，看一下这前方，我们的第几位？来这边，下一个。来，最后一次。正中央，好，左边四十五角，来，好，右边四十五角，请把麦克风交给我们的昆凌，先跟大家打声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昆凌，今天可以做什么？其实先前好多场合都看到昆凌带着我们宝诗龙的作品亮相，对不对？好像是我记得是去年的上海电影节，还有看成影展都有。怎么会选择我们宝诗龙的作品呢？那个时候，因为宝诗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创新，然后很多设计感的作品。嗯。然后同时，因为它是有个性格，就是我在走红毯就是很紧张。对。然后只要它可以增加我的气势，把我的那份害怕给我降低。真的很多时候，珠光特别是精心创作的这个作品，给女生很多的自信，对不对？对。那么，可是这一回身份不一样。今年七月份是我们荣任的品牌大使，刚才也先逛过一圈了，有没有什么样的心得感想跟大家分享？其实我有很多，因为我觉得客人他把他的作品都跟我是很像。在我刚才有说我很喜欢那普通一个人的作品，因为他感觉好像买回家我可以每天许愿。哦。因为他的感觉就是那个是普通一在许愿在吹的那一份那个 moment。对，我觉得是那种动感，对不对？对。因为一般觉得说，珠宝可能是比较硬材质的，或者是我们静静的那个，对，是那种活力感。真的是令人为之着迷。但今天身上也是这种有一点飘扬的感觉。对，它是贝壳系列，然后是贝壳搭配钻石。嗯。然后我觉得它是把钻石那种刚硬感，然后比较坚韧感，但是搭配羽毛，让它柔软化。嗯。我觉得它的那一个。它每一个都是臭臭的，就是因为它是想要就是羽毛落在指尖的那个 moment。对，因为它到底是用什么材质，怎么可以这么薄啊？把那个羽毛，我觉得真的是把那个造物者的巧思都表现出来。对，你看它的线，真的是对那个珍珠母杯的光泽，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折射，对不对？今天晚上。特别是以品牌大使身份要和大家见面，我来聊一下未来的规划。因为我知道，其实宝诗龙是162年的品牌，而且当初宝诗龙先生在创立这个品牌的时候，年纪跟你差不多大哎，那个时候也是27、28岁的时候。所以呢，近期有没有什么样的规划或计划，可以跟大家稍稍透露一下？近期我就真的是
当下。哦，这个会就是我们品牌的创意总有见过面吗？没有机会，对不对？希望之后品牌可以安排到享受当下，对，就是把这个生活当中可以看到的事情、预料到的事情都先给照顾好，对不对？其实二零二零真的是放慢脚步，好好享受。其实真的，我们现在知道平凡就是一个很棒很棒的福气了。好，也希望未来会有更多更令人惊叹、更令人期待的表现哦。也谢谢你今天来，谢谢。那我们接下来就接受电子媒体联访的时间喽。你看，每天让老公眼冒爱心的秘诀是什么？完美。对啊，我好像没有这个秘诀。眼冒爱心，我觉得开心，带给人正能量，就不会有压力，这样可能会对。刚逛了一圈，有没有什么想买的，可以叫老公准备一下？啊，我好多呀。我觉得那个像我刚刚说蒲公英系列，然后另外一个是他们最新科技系列，就是把气凝胶就是藏在那个珠宝里面嘛。我觉得 Claire 讲了一个让我还蛮感动的一个话，就是他说就是当然红珠宝就是那个红宝石绿宝石都很珍贵，但是梦想无价，然后他就是把梦想就是搭配在珠宝里面，我觉得很有寓意。现在还有什么梦想没有达成的想法？现在我感谢老天爷，就是梦想都有在一步步完成，所以我觉得目前我就这样，我就很开心了。他自己有收过什么很感动的珠宝礼物，或是一些珠宝很感动的，我觉得我妈妈留下来给我珠宝跟求婚戒都是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珠宝单品。对，老公好像很会帮你庆祝各种真 IP 哦，两个人的一些纪念日还有生日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就是钻石跟珠宝很有另外寓意，就是在重要的节日的时候你可以买一个，然后纪念那一天，然后觉得每次看到那个珠宝你就想到那一天的美好。对，所以女生送男生珠宝是不是也是一个必要？其实我觉得也可以，就是纪念那一天。我还没耶。对，可以在现场。我觉得可以，我今天有看到几个就是很适合男生的。对，还有一个别针，有一个像海鸥形状。对，那自己有送过什么最珍贵觉得很特别的礼物给老公吗？很珍贵很特别，就我自己啊。就是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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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捕捉你的风采。好，稍等我一下。正前方。好，正前方。来这里。好，来。中间偏左。来。再往左边。对对，再往左边四十五度角。好，正前方这里再一次。好，视线回到中央。来左边。好，回到中央。好，还有这边，我们这边四十五角，来来来，对，来这边那张。好，再回到左边。来，还有动态的，还有动态的，好不好？好，这边再一次啊。回到正中央。好，那请昆凌，我们就走一走，也比较自然一些，好不好？好，看一看，对对对，随意的漫步没有问题，对，或者转回去，对。看看对立的展品也可以，对对对，远方的东西看一下。好，我们谢谢昆凌。来，对不起，今天晚上的好，转过来，最后把握机会，把握机会，对。好，谢谢昆凌。